准备带废品尿过一辈子是吧，刘正吧？这是咋了？咱俩都离婚了，我干啥跟你没关系？那你真觉得咱俩行是吗？啊？这咋不行了？这可挣钱，我跟你说，看那堆了没？少说也得卖个三五万块钱，知道吗？哦，他就是卖100万，跟你有啥关系啊？这咋没关系的了？回头他给我干股呢。他给你发着工资，还给你干股，他是你爹。那他自己跟我说的。他说你就信。我不信他，我信你啊啊！你真准备把这当事业了是吧？事业谈不上，但靠着挣钱总可以吧？我再问你一遍，你到底走不走？我不走。我学明白了，回头还想自己开一家呢。行，有出息，那你自己在这待着吧你。那我怎么把那边给呀，你不是走了吗？你回来干啥呀？你管呢？给金宝，这啥呀？股权协议。你现在就给我股份啊？不是，小凤给你入的。你既然真想干这个，就把它当个事儿干好，到时候挣钱连本带利还我。